前 NFL 足球明星施成虎底，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球员道森的尸体周日在德州拉芬湖底被发现。道森和家人及两名友人周日在拉芬湖码头租了一艘船。据报道，傍晚约6:30，道森在靠近清澈湖公园处由船上掉下水，当时他并未穿救生衣，之后亦未再浮出水面。家人不清楚他是否会游泳。搜救队抵达后，在约6公尺深的湖中用声呐仪器搜索道森。道森的尸体最后在周一晚间约11:35被寻获。警方尚未确认死因，但排除是酒精造成。道森享年37岁，曾于 NFL 4个球季中效力于克利夫兰布朗、休斯顿德克萨斯人及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。Tomo News 原创 LINE 贴图第二波开卖喽，快来下载吧！